你究竟是何人？大根人。嘘，七，安。哎呀，天堂啊！大千世界，变化万千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，并不代表不存在。查案、巡街、抄家、监察百官、收集情报，就是大根人的日常。 你可以叫我徐三，要不是我夫，这个大恩人考我的规矩是哪个瓜皮箱出来了嘛？看似离经叛道，<笑>精准的把我顶头上司的号令功夫查台，好，上道啊！端正的生活作风，严谨却又不失人性的执法态度。 我是看准中的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是不是要先让有一个恶疾叫近视眼？平民也好，富商也罢，他从不勒索敲诈，但是心中一腔正义，行事自有章法。羊不愧于天，福不作于人。我虽是个小人物，但亦有自己的坚持。 小龙，匹夫一怒，去你的！我许世安。